我送你去吧。行，反正顾校长也当过你的校长，80大寿应该送点贺礼过去的。好。走吧。停好车你就过来啊。高女士，嗯，哎，哎，走了啊，哎，好看点啊，再见啊。你干嘛呢？看见初恋男友了？别乱说话！哎，我好像看见大成总了。啊？嗯，也不奇怪，他还认识顾校长。哦。嗯，你记不记得有个同学叫高威啊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一会儿还要给周全取个快递，我先走了。我陪你啊。没事，你好好上班吧。嗯。高威、程立，他们居然是同学。不要再继续好奇下去了，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，只会伤害到你爱的人，结果是你跟程立都未必能承受的。我和您一样很心疼程立，但是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能承受与否应该自己来判断。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有这个承受能力。所以说我已经很接近真相了吗？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，这样我才能判断，这样对我和对程立都会负责任的。寻寻，10年前我们俩见过，高考前7天。喂妈，哎，你帮我把那个小时候装笔记本的上锁那个箱子给我寄过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寄家里啊，万一里面写着暗恋谁呢？少佐看到不太好。我给你个地址吧，啊。那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我去工厂一趟。带着包小静一起。为什么带个前台去啊？他也要跟业务线啊，要准哪天我退休了，他就是你的新老板了。喂，神助攻哦。嗯，我们美妆是创造美的行业，什么东西能让人由内而外的美丽？什么呀？是爱情。程总说什么都对。你说你天天躲着我至于吗？不就因为我爸是大股东吗？嗯，压力有点大，早知道以前对你好点了。那你现在对我好还来得及啊？不，你干嘛？我喜欢你。不是，包小静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你这事至于这么震惊吗？咱俩不合适。那我还觉得你跟寻寻姐不合适的，你当初不也喜欢她了吗？所以失败了呀，人才跟了程立啊。可是我觉得他跟程立比跟你更不合适，人家也成功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爱能治愈一切，能战胜一切。可我不爱你啊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。
我不喜欢整容脸。你认真的吗？啊，我对一切虚荣的美丽都不是很喜欢。那你跟陈丽天天在公司给我们打鸡血，说美妆是创造美的行业，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，可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？难道就因为我是整容女而不是化妆？我觉得一切自然的都是美的，而化妆只是让自然的美更明艳而已，这是物理改变。而那些整容呢？那些整容是很多人对一些美的刻意追求，那样的美千篇一律，没有任何特点，没有任何辨识度，这种美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那你记不记得你当初直播的时候你说过，你说你伴娘炮是因为美妆行业潜规则，是因为美妆对直男的歧视，那你现在这样做是对整容女的歧视啊？你这样做和当时扔你石头的人有什么区别？